这是毛裤 H3 在带电池的情况下，然后使用的是毛裤家买的电磁铁片，它的一个垂直修效果。会滑，但有时候不会。现在倒是会滑。他家的磁铁是应该标号应该在 N35 以上，因为我有那里的 P81 的那个对比，所以他大概可以使用 N5 一片 N52 或者是两片高标号的磁铁来实现一个侧吸不掉的一个好效果。因为它本体是在，因为它是2170手电，本体实在太重。就是毛裤 H3 使用了标号为 N52 直径25厚度2.5毫米的磁吸效果展示。可以的。